回家吃火锅喽！咱们还去干一家门吃，那就是没有。那我的刀工还是讲究噻，哥。来，直接吃，咱们干哪家门？今天晚上老板回来，我们要吃火锅，正在买菜呀。等到差不多200块钱的菜了。要不就是那个小白菜。那个白菜要吃噻。你那天你那个拿错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是有个。哎。有见狗。哎，我就是回去没找到。那你是本来从哪里去？好，那我老去走了。菜买回来了吧？我们先把材料洗一下，把那些锅底给打起啊。然后今天没买好多菜，大概都200多块钱，到差不多300块钱啊。因为都是我们家人吃，煮多了浪费。金针菇洗起。老板要吃的香锅。牛煮火锅的是必备的。你老板净这些素啊？嘿，还有鳝鱼那些，黄豆芽儿煮到里面提味儿的。我不想再看到素了。那你快点回去了呀。土豆儿。你整？耶。全是我放啊。你整？哪个站得好一点？他站得好一点了。咦，这儿你现在想吃啊？你想吃恐龙啊？看那个毛肚儿，整火锅儿必须要整点毛肚儿。嗯，切成一块一块的方片儿，其实可以用手直接撕啊，方便些。鸭卷儿，冻了来切。自己吃的都随便切下了，黄盒儿装起，死贵死贵的这个。鳝鱼，好鱼，毛肚都是要吃大张的，大刀流干，但是我那个刀小了啊，确实不当好骗。小苹果你要吃啥子？小苹果。香不香？妈咪，啊，嗯，小苹果真棒。牛肝儿直接上面打一个鸡蛋儿，等烫的时候拌一下，再撒一千层豆儿。那些都是买的冻丸子那些，随便放你说。小娃儿喜欢吃。荤菜我们都整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先把锅底打起，把它熬起啊。老哥，火锅底捞过来，快！还要一盒，还要一盒，还要两盒，两盒。好。你几个人吃嘛？你开玩笑，直接切成两半，火锅底料很嫩，所以不要担心火锅底料过期。姜片、葱段儿，下昆虫串儿，少了点干辣椒，你那个叫少啊？花椒。我们火锅底料是没加鸡精的，所以个人吃还是要加点鸡精，高度白酒来点点儿，土冰糖来两坨。有条件加高汤，没条件就加水。一斤火锅底料大概3斤。火锅底料可以先给它熬起，让它先出味儿。罗哥，我去接老板去，然后你帮我把那些斩下蒜儿，整点葱花儿啊。我剩下的交给我。罗总厉害得很，罗总。只要不骂今晚上火锅吃不得。罗总厉害得很，罗总是开火锅店的嘛。我烧干了，烧干了吃串串儿，今晚上。现在我们都已经到了高铁站了，我们等一下老板儿。小苹果呢？今天非要跟到我一起来接他亮亮。小苹果，你喜欢亮亮，喜欢我啊？啊？两个都喜欢。咦，情商真高，小苹果啊！来，欢迎老板儿，欢迎老板儿。快！回家吃火锅喽！酒片儿。好的火腿肠，先尝一片儿。方主任，你又来了。嗯。哎呀，那些那个有技术的菜都交给我来处理，占光了。
吃火锅啷个烧得了那个苕皮？那个也是，没提前泡，现在用热水泡过，那个来回差不多40分钟。加开水，泡40分钟。菜把我刀洗干净过后，就开始宰蒜了。我们重庆人吃火锅，蒜是必不可少的。咋，那个磕不到，那个素菜磕不到了对吧？他在那边。先吃荤菜哇呀！素菜捞到边去。你光吃哦，罗哥，你怎么还让他减到肥嘛？你还减肥一个月，真的是。哦。香，味道。没开哦，电池。没插电的嘛？老板是啷个骗他说的？就是，来，我给你打佐料噶。蒜末、葱花儿。香油，其实打那个佐料，很多人还喜欢放醋。煮在里，煮在里头。哦，小心！这压着进去。鳕鱼，斑鱼，先放一半来，可能不是煮不到了。对，整一个人。牛肝，来来来，整起。扔在里面煮熟的时候，整个鸭卷蘸开去干一下门吃。鸭卷熟没有？那我那刀工还是讲究噻，熟了，那个没熟。老板，你要觉得一定要告一下那个海鲜门。鸭卷好不？好得很。海鲜门。来，直接吃，蘸干鸭卷门。你都可以带两包回医院去。要转吗？胀满，吃鸭就料让每个须须都胀满。好简单。其实啥子七上八下都是外地人发明的，我们那边哪里啥子七上八下嘛？毛肚那些烫的差不多了都吃呀，卷了都吃。有些人吃火锅的只需要那种蘸水，大脑都不热黑嘛。热不热？不是，不显白。妈妈给我买的毛巾，三，那家网上的说的就是，你好会哟，3000毛巾，妈妈买的，哇，对头，你好幸福啊，小苹果，天哪，你吃里面那块，超滑，还黏黏。那我那块咋吃呢？我晓得你那块咋吃喽。没事，没烫过，想吃我说那块都明说嘛呀。烫了呀？啊，拿给你，拿给你。烫了的，烫了的。人工的几块，你想嘛？来来来来来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哟，还不到吧？我晚上吃了。来，帮你出来。麻烦你早睡醒就吃那块钱。才哥，你看看我那个觉悟，你那个都找得到破两斤。他连点点儿，我都扯到正了，两个不一样。怪不得哦，原来是，怪不得哦，原来是点菜点多了，肯定这个。这儿都没扯到个。喊你个写，喊你写啊，懂得写啊，别个喊你写。哦，写嘛。哦，直接拿手抓了。啊，鱼儿最开始都是先学的手抓吧，然后手抓去吃饭。好香啊！好来，拍拍吃哦，用拍拍吃。大口大口的吃啊！管他了就。大口大口的吃。我吃还有。喊你要，他把我吃了。放结尾炉了再吃哦，慢慢烫起，长夜漫漫是吧？长夜漫漫，对吧？
吃完了很踏实，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块牛肝儿嘴的板扎得很。上鱼好了没有？上鱼可能都还没得了，我觉得。